心源的人到了。今天我代表心源来谈飞上的后续事宜。苏总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悉听尊便。 不跟你们道别还不知道，原来大家这么喜欢我。我们要跟着费姐一块儿，都别郁闷了。就这周末，咱公司团建。在你婚礼上吃散伙饭吗？那也未尝不可。跟我辞职不亏吗？亏也要跟着你。 姐不会让你吃亏的，亏不亏都是你的人。马上就要开庭了，其他事情都不要想，好好打官司。嗯，你不走吗？杨凯在地库等我。哦，那我先走了。嗯。